好，我们需要一位猛士走。哎，黄子红帆。不是不是，什么东西？黄子红帆，走。我们用这么多人一起吗？我们得所有人都进来，得所有人都进来，把门关上吧，要不？这是要移动吗？我们要转走。对。那边有光哎。哦，对，往有光的地方走，找有光的地方。哎，这是个，有这是人，这是个人，哎，黄铜山上。小灯，小灯，灯，真的有这个东西吗？找灯，找灯，找灯。这有没有开关？开关，开关，我已经动不了了，我粘你身上了，我也粘你身上了，我铁挂着呀，我也挂上了，灯在哪？哎呀，全程闭眼的。开关机应该在门口啊。对啊，那进来的门没有人。那回去看看。什么？什么？床下有人，床下有人啊！在这个床这块，他怎么玩铁毯？我的天，真横呀！石凯拉着我动不了了，你想去哪儿？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没有人啊。床下有人，他人没了。太好了。